好，没关系啊，刚好一个啊，就晚上的、啊，他早上的已经吃完了。哦，好，那明天早上啊？明天早上就再开罐头啊，没关系啊。哎，那你们，所以你要跟我妹讲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我看我们家弄好舒服哦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不舒服的地方嘛。嗯。香喷喷的，很舒服。然后我偶尔会给他弄，然后就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存款超高，蛮高的，他不会有那种对感觉啊，嗯，就是感觉啊，因为他非常的透明到他不会感觉有危险，就是他的能量。对啊，就是如果要用那种来讲的话，可能就是他的能量跟他的磁场，对，他不会造对他造成。对啊，对，因为其实一直以来就是这样，就是因为你们很舒服，没有，也不要紧张他，我觉得。对啊，我觉得自己越紧张，他越像我这种火象星座的，比较会让他紧张，就是一种天性。Yes， 没有，我很相信那个是什么星座，双子座，很不一样哦，但是很不受控制的，对，不是，双子座本来就不受控。